不过现在咱两个啊，还有很多麻烦要去处理的。哦，你放心啦，我妈妈要叫伊一件代志，我阁叫伊考虑。应该考虑的是刘佳瑶。妈。刘佳瑶，你若是无要答应哦，就莫浪费汪文珍的时间啦。甲伊个查甫人哦，凊彩条件拢比你搁较好啦。妈，你是咧讲啥？你听无我咧讲啥？敢有需要我讲搁较白？妈，佳瑶因家出代志啊，上台爷阿妈形容过身啊。伊即马足伤心的，咱就先莫讲遮好无？刘佳瑶，以你的条件，想要娶我的查某囝，我当然嘛有条件。你若是感觉为难，你也要莫勉强啊。看起来，伊妈今仔也是无逼我做一个决定，是无可能放我煞。我较真正要答应伊，贴因的姓去分手。小瑶，你先回去，找我来处理就好。紧回去。对啦，紧回去啦，莫一直对我文正安尼高高的。我看你阿妈这件代志哦，应该是天公伯哦要甲你秃头啦，要甲你讲哦，你根本就无适合结婚。妈，你先莫着急，过一阵啊，你就会发现伊的真面目，你就知影想要离开伊啊。我绝对不可能离开佳瑶，任何代志拢无法度把阮两个人跳唔开。啊，那恁伊进前倒来考试考倒一件呀？参像刘佳瑶这种哦，这么简单地甲你讲分手的查甫人哦，无大概你哦唯一牺牲啊！妈，我到今麦总算知影想出办法离开你啊，因为你就是遐尔阿爸，所以爸才会对你遐尔死心嘛。李文正。我即马是咧甲你斗相共诶，你怎安尼讲我？你真正是无有义爱呢？哦，你若是遮尔啊坚持哦，伊就爱答应我诶条件。决定权哦，伫咧刘佳瑶。刘佳瑶，你若是答应我进前写诶婚前协议书，放弃阮李家诶财产，互阮李家招，讨阮李家诶势，我就答应你娶文珍。佳瑶，就算你不答应，我也会答应嫁给你。你两个若是偷偷去登记哦，我跟你讲，这间公司我就先给你阿姑，我绝对嘛袂交你两个啊！妈，恁爸进前就是无听我的话，去挖落来，卖了准哦，我做袂到。哦，佳瑶，咱做伙离开公司。重新开始，我都不是要开一间公司有遐尼困难。我即马若无答应妈这个条件，家己甲文珍早已登记结婚，让伊妈甲阮赶出去公司，那呢到时我就真正啥物拢无啊。啊，这刘佳瑶哦，是人个真是是歪滴个啦，而且哦，佫无权无势，啊，背后佫一堆安尼散家的亲戚。我看即马也答应互恁招哦，是咧孝顺恁家的财产啊！你安尼做，根本就是请鬼听又大，阴鬼入体啦！你哦，较细腻啊，唔通补到最后，迄杨氏物流啊，规碗拢叫刘家捧去。我才袂发生这种代志呢。哦，那呢我著等你看啊！啊，希望到时阵哦，恁补我囝唔通呢，啊靠你回来啊，搁找上台来甲你斗相共。哼其实江慧君讲了无唔对，刘佳瑶会给阮招，绝对无这么简单。那呢，我到底要安怎做才好啊？